燕梨说婆，星球极乐之八，自了法师编辑。九，时时意念死亡无常。如果我们想在临终时顺利地往生，那就必须在平时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就是要时时提起往生极乐世界的心。能提起这种心的关键，总的来说，就是时时意念死亡无常。因为当你念死的时候，想到现在就要死了，就会觉得现在世间的一切事毫无意义，你就能提起马上求生极乐世界的心。因为极乐世界就是在死那一刻去的，所以你不必想别的，应当时刻意念死亡无常，这样会非常得力。印光大师曾经说过，要想不贪恋五欲，专注一心地念佛，也没什么奇特奥妙的方法，但将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挂在眉毛上，心自然能够恳切，能够与佛相应。我们可以这样想，生命是无常的，有可能今天就会死，说不定此刻就会死，而轮回又相当的可怕。死的时候，我只有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去，那里才是我真正的归宿，所以我不能再掉以轻心，一定要提起信愿，祈祷阿弥陀佛，临终时一定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应当这样时时来训练自己。其实这个训练也很简单，并不复杂，就是要时时提起这个去极乐世界的念头。因为到临终的时候，凭的就是一念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求生极乐世界的切愿。有了这一念的信愿之心，就能和阿弥陀佛相应，就会得到救度。否则到时候提不起这一念信愿，就很难顺利往生。所以说，不是到临终的时候才想起我要死了，那时候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现在就要常常想到死，常常想死的时候，我该怎么办？这样一提起死，就能看清楚娑婆世界的事，完全没有意义，全部可以放下。我就是要去极乐世界。你常常这样串习，到临终的时候，自然会升起求往生的心，不会想别的。所以说，
从现在起就要时时警测自己，意念死亡。这就是开始在为临终做准备。只要平时训练好了，到临终时马上就能升起求往生的心。那么具体该怎么随时警测自己呢？那就是利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阶段来串习相应的心念。今天我们就简单讲讲在日常生活中警测自心，以意念死亡为主，让自己时时提起出离心，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方法。一、日落时警测。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你会觉得今天还有很长一段时间，能做很多的事。等到黄昏的时候，太阳向西方下落，你就会意识到这一天快结束了。这个时候，人们就会觉得，就像这西沉的太阳一样，自己的生命最终也会完全隐没。所以，每当见到日落的时候，就应当想到无常，想到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斋净土诗中也说道，每到黄昏增善念，遥随白日下苍天。意思就是每当见到黄昏的景象，就会增加我的善念，会想到人生短暂，虽然现在我还活着，但是这一世的镜像很快就会消失，死亡很可能突然降临。远远地看着太阳沉下，消失在辽阔的天际，想想自己往后的日子愈来愈少了，一定要为死亡做好准备。像这样，每次见到日落的时候，应当警测自己，抓紧时间修集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二、睡时警测。雪峰禅师说，一盏孤灯照夜台，上床脱了袜和鞋，三魂七魄梦中去，未为明朝来不来。这就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无常的。今天晚上脱了脚上的鞋袜，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死在床上。所以每晚临睡时要这样想，很多人都是没得什么病，在沉睡中死的。如果我今天晚上一气上不来，在睡觉时死了怎么办？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一定要一心专注在阿弥陀佛上，专注在极乐世界上。另外，这时还要观察自己的心，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今晚就死了，那么我对这娑婆世界的人和事还有牵挂吗？如果有重要的心事，就应当设法放下，因为人有心事，就死得不自在。如果有人事纠缠，就要及早解决，不然到临终的时候，牵藏在心里就麻烦了。如果对这世俗中的父母、儿女、娇妻、财产等等这些放不下，那么你的心就会被这些牵住、绑牢，就往生不了。所以要把这些全部看破，不再执着，心里才会轻松。这样心事了了，万缘放下，就可以直接去极乐世界了。或者可以这样观察：如果阿弥陀佛现在就来接我去极乐世界，那么我要不要直接跟阿弥陀佛走？如果心里没有任何牵挂，能够毫不犹豫地发起立即动身去极乐世界的心，那说明你的出离心还可以。如果自己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不想立即往生极乐世界，那就很危险了。说明你的出离心远远不够，你还很留念这个世间，你的心还是深深地扎在轮回里面，而这种贪恋世间的心，就是你往生最大的障碍。那么该怎么解决呢？首先，你一定要多了解因果，了解轮回中的种种苦，这样你才能看清楚这个世间的过患，否则在你的心里，世间是安乐的，是美好的，这样就会成为你心心念念、留念、贪执、放不下的地方，那就很危险。所以你现在一定要反过来看清楚这一切的真相，要认识到家庭就是火灾，妻子是冤家，儿女是债主。看清楚后，还要随时提起正念，以免明天晚上睡前还跟今天晚上一样，有那么多放不下的事。所以平常就要警惕自己的心，对这个世间一定要逐渐地看淡、看破。我们都看过很多往生方面的传记，
有些往生的人在世的时候是没有文化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比一般人有智慧，知道对世间的耽着是往生极乐世界最大的障碍，所以他对世间上的人和事都能看得破，放得下。比如一个女人最难放下的就是儿女，但这些成功往生的人到最后都能放下，因为他知道贪着儿女障碍往生，所以平时就能想清楚，看得破。这就是有智慧的表现。但是一般人对这个世间的贪念太深，所以到紧要关头就放不下，就没办法往生。所以如果自己也有这个问题，对世间有看不破放不下的事，那就必须提前解决，否则到临终的时候就会障碍你往生。另外也可以通过梦境来检查自己的习气，也就是说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做跟往生极乐世界有关的梦。如果梦见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等等，或者梦见莲花，这说明净土的习气已经很好。无论是梦到什么与净土相关的镜像，你都要策励自己更加精进，希望能得到更好的，这样品味就可以升高。要这样提醒自己不断地进步。但是如果梦到的都是娑婆世界的事，都是轮回世间的镜像，就表明贪恋娑婆的心还很强，这样就不行，说明净土的习气还差得远。如果一年365天没有几次能梦到有关净土的镜像，那你想想看，自己是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的人吗？这样就必须策励自己一定要加紧用功。三，晨起警测，通过晚上临睡时的观察，如果发现自己心上存在不能往生的因素，就要警测自己好好修行，否则一天天这样过去不去解决，这些问题不会无缘无故的消失，始终会留在你的心里，障碍你往生。所以要策励自己，每天都实实在在地修集往生资粮，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好比说
农民。每天一早起来，就要去种田。他知道在农忙的几个月里，一天不工作都不行，必须有这么多的劳作，才会有收成。我们积累往生资粮也是这样，必须每天脚踏实地地在信愿行方面努力。如果每天都不用功，到临终的时候也很难顺利往生极乐世界。西斋净土诗中说，须臾入海还飞上，顷刻升天又落西。意思是说，太阳在很短的时间里从海中升起，像一只金鸟一样飞上天空，很快又落到了西方。这是告诉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大好的时光瞬息之间就流逝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投入到敬业的修持当中。很多人对于世间法方面非常勤快，一点也不拖延，凡是五欲受用方面，绝对是刻不容缓，马上就要去享用。但是对于佛法上的事，总是推到一边，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这样因循度日，最终必定道业难成。因为承办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靠的就是你这一生的努力。你要是不努力，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像这样，很快一周、一月、一年就过去了。我们都能想到，一年到底有多长？想想去年，好像就在昨天。再想想未来，也就只有几十个这样的日子，然后就结束了。而在这每一天里面，你人生日历上记下的敬业功课都是零蛋。这样下去，到临终的时候怎么办？最起码你每天要在自己人生的日历上写下一半的敬业功课。这样一生几万天下来，才不会觉得自己这辈子白活了。到临终的时候，才会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否则，其他世间的事做得再多，能有什么用呢？所以，一定要在这上面辨别清楚，要说服自己的心，这关系到未来生生世世的苦乐，关系到你的生死大事。这个问题，一方面你要认识到，
做世间的事，都是在给自己制造苦因，就像吃毒药一样。你欲贪着，做得愈多，沉溺轮回的因就愈多。前面等待自己的，就只有漫无边际的苦，不知道哪一天能结束。另一方面，你要清楚地知道，如果能够修持净业资粮，哪怕念一声佛号，都有无量的价值。因为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成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往生，就彻底了结了无量劫的惑业牵缠，无量劫的苦。所以，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冲出生死轮回，进入极乐世界。另外，我们要看清楚这个世间的真相。净土师中说，此界犹如鱼扫水，为生只是燕巢岩。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就像一条鱼放在扫得可怜的水里那样，不可能活很长时间。而我们在世间做的那些小小的生计，就像燕子在屋檐下搭的巢一样，几个月后燕子就必须得飞走，所以巢搭得再好，也没有什么大的意义。这就是告诉我们，生命短暂，没必要对这个世界上的事做很多长久的打算。尤其是我们要认识到，依靠暂时的因缘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只燕子偶尔停留在屋檐下那样，所做的一切维持生活的事，就像搭巢一样，能维持生命就可以了，没必要在世间的事业上花那么多的心思，浪费那么多的精力。当今时代的人，由于从小熏习了很多错误的观念，把自己看得过重，也把这个世界看得过于有意义，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个世界愈来愈美好，有必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其实这些都只不过是非礼作义而已，就像诗中所说那样，整个世界就是这么一回事，只是暂时停留的地方，自己就像是待在一个巢穴里的燕子一样，很快就会死亡。只是凡夫人的心很小，又把这些世间的事看得太大，结果这些世间琐事就把你的心完全占据了。其实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就知道
做很多世间上的事，没多大意义，到头来也不过如此。这样想了之后，就要下定决心，我一定要往生到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大事，才能让我的生命得到真正的升华，获得真正的自在。所以，我绝不留恋这个巢穴一般的世界。这样想清楚之后，就要抓紧时间，勤修静业。每天早上都要这样来提起正知正念，警测自己在这一天当中，其他的琐事尽量能减则减，一定要精勤承办敬业，积聚往生资粮。四，时时警测，每天吃饭的时候要想，深入极乐世界是多么的逍遥自在，有阿弥陀佛福德力的荫庇，一切的受用应有尽有。比如想要受用饮食，自己面前就自然现前七宝所成的钵，里面自然盛满百味清净妙食，全部随心显现，完全不需要劳作，不必使用牙齿、舌头等，仅仅依靠见色闻香意识领略，便受用完毕，自然饱足，而且能够使身心柔软，不会产生染浊心，并且享用之后会自然化去，在想吃的时候还会再次出现。所以说阿弥陀佛是多么的慈悲，把我们摄受到极乐世界之后，我们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修法当中，再不必有任何的劳作，不会再制造任何的苦因，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实现了真正的全自动化，一切都是阿弥陀佛妙心的显现，这多好啊！再想想看，我们现在为了吃一顿饭，又是买又是洗，还要做各种加工，加起来要花费好几个小时，而且我们现在吃的东西虽然只是素食，但也会间接伤害生命，更何况很多人还不是完全吃素，那会造下更多的染污业因。还有依靠这个不清净的色身，再如何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入口之后就变了样，只要一经牙齿咀嚼，再被唾液湿润之后，就会像呕吐物一样，到最后只能成为最令人厌恶的屎尿。更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尤其是南瞻部洲的人类，
整天忙忙碌碌，日日夜夜奔波劳累，不过就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已。就像罗状元醒世诗中说的那样，辛苦到头还辛苦，奔波一世枉奔波。在这个欲界里投胎，无非是为了饮食男女这两件事，就把人忙得团团转，一生的精力都搭进去的。想到在这个娑婆世界过日子实在是没意义，我一定要早一点去极乐世界，否则到了来世，如果还生在人间，这算是比较幸运了。生在这个地球上面，就一定会受这个世界共业的影响，到时候还要再过一次这样无意义的人生，就像再进一次监狱那样，又要服几十年的徒刑。想想看，你来世一出生，这一世几十年学的知识全忘了，还得从头学习读书，从几岁开始，至少要读十几年，结果学成个近视眼，身心已经是未老先衰了。毕业后到了20多岁就要开始工作，按现在这种情形看来，那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只会是愈来愈快，竞争会更加的激烈，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要面临的压力也会愈来愈多，每天为了忙生活，从早到晚的奔波，一周下来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但是由于自己的心非常的浮躁错乱，尽管很想放松调节身心，但只能依靠歌舞、上网、抽烟、喝酒等的染污事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实际上根本得不到真正的休息。很快又要成家，婚后的压力更大，紧张的工作，沉重的房贷，加上赡养老人，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都不敢养小孩，在各种压力和无奈下，很快就到晚年了。那时孤单寂寞，在病苦和劳苦的折磨下，很快就死了，不得不继续下一轮的辛苦和奔波。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就会明白，来这人间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要立誓，我以后再不要由业力的驱使投生到这个轮回里面了，我一定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到了那里一切的辛苦无意义就彻底结束了，到时候
再回来，那就是圣者再来，再不会被这些尘恼束缚拖累的。所以能早就尽量早点去，现世就升到极乐世界，不要拖到来世。另外，正在端碗、端起碗、吃饭的时候，也要做无常想，也就是提醒自己，今天我还活着，还在吃饭，确实不容易。毕竟这世界上的死缘太多，活到今天还没死，算是很幸运了。所以我一定要利用好这一天来修集往生资粮。现在我生在人间，对于解脱轮回来说，可以算是真正的大好时光。因为如果生在欲界天，那里太享乐了，住在色界无色界的禅定当中，也根本没办法修法。如果堕落下界三恶趣，更是每天在痛苦中煎熬，也不能修法。如今我往昔的善业现前，投生为人，才有了这样一种相对安定的心境。那么我一定要把时间用在修法上，才对得起这一天，否则就是浪费人生，那是何等的愚痴啊。像这样每顿吃饭的时候都要提起正念，想到轮回无意义，我一定要把握好今生这次机会，往生到极乐世界，从而让自己的心转到修集往生资粮的意乐上。五，出门警策。出门的时候也要警策自己，无论遇到怎样的顺逆境界，就要做无常想，做苦想，在在地发起希求往生之心。日观大师在怀安养中说，如今不做轮回梦，只走人间这一遭。这就是告诉我们，出门的时候要想，不断地下这样的决心，我今生一定要从轮回中出去，从今往后再不做轮回大梦了。我已经轮转无数次了，太冤枉。我过去是太没志气，太没出息，才一直轮转到现在。现在我一定要精进修集往生的资粮，让此生成为我的最后生，在人间就只走这最后一回了。一定要这样想。西斋净土诗中也说道，客路令平无意好，人生惆怅不多时。意思是说，如今
我孤独一人，漂泊在这轮回当中，找不到一件好事，样样难，样样苦。这样的人生只会让人感到失望、伤感。所以，我要早日回到极乐世界，那才是我真正的家乡。那里有我的慈父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菩萨大众，回到极乐世界才是真正的实现法界大团圆。因为在宵禁轮回迷梦般的课程后，就会回归到本来法界之中，那时与十方诸佛同心同德，再不会有一刹那的分离。这样想了之后，就要提醒自己，虽然我现在寄居在轮回里面，还沉溺在迷梦当中，但是我一定要从这里出去，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要被轮回暂时的幻境欺骗，不要忘记自己回归极乐故乡的路。又想到如今在这世间当中，到处都是散乱的因缘，所以我一定要防护自己的心，安住在念佛的正念当中。六，意念无常，早日念佛。每个人都应当加入到念佛共修的行列当中，而且这件事不能拖，愈早愈好，愈早愈有把握。要知道，死亡并不是遥远的事。虽然我们都会说，生命就在呼吸之间，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哪一天会死呢？其实死亡的人当中并不都是年迈的老人，或者中年卧病在床的人，有些人年纪轻轻也没什么病就突然死了，有些人突然得了某种绝症很快就死了，有些人发生一些车祸等的意外事故而死，有些人在灾难中死去。在种种的死缘当中，你能保证自己不会遇到吗？如果你现在已经是个老人，那就不要再去妄想还会在世间住多长时间。老人本来时间就不多，有什么理由不抓紧时间念佛呢？如果你是个年轻人，认为未来至少能活三四十年，但你怎么能保证未来甚至是今天不会遇到疾病、灾难、意外事故等的死缘呢？你知不知道，很多人刚一出生就死了，又有很多人刚学会走路
就死的。俗话说，黄泉路上无老少，孤坟多是少年人。所以，无论你现在处在哪种年龄段，都有可能很快死亡就降临。在面对死亡时，你有什么把握呢？按照多数人目前的情况来看，死后不堕三恶趣的把握都没有。但是，只要你一心靠定阿弥陀佛，就可以在这一生的临终直接往生净土，彻底脱离轮回苦海。所以，每个人从现在起就要开始念佛，早一天念佛，在死时就能多一份把握。以上选摘自智远法师《往生之路》二三。十，珍惜人生，掌握自心。你可以这样跟自己的心商量：我已经得到了这么珍贵的人生，不应该随随便便浪费掉。如果我这一生能够把握好，临终时成功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么我的生死大事就彻底解决了。如果没有用好，浪费在造轮回业上面，就会堕入恶趣里面，千生万劫无有出期。既然我明白这些道理，为什么还要自己害自己呢？这样想清楚之后，每一天都要把自己的心安排好，分分秒秒都要自尊自重。首先要反省自己在世间法方面还会执着哪些事，还有什么看不破放不下的。这方面每一个人都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认为自己很不错，心里什么都不执着。如果你的心真的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肯定早就解脱了。其实每个人心上都有薄弱之处，这些必须要认识清楚。认识之后，就要告诉自己，这是我的缺点，我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毫不姑息地用对治法把它除掉。这是很有智慧的选择，否则一直不去管它，那些恶习惯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增长，等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时，再想解决就来不及了，根本没办法再逆转过来。一方面因为他的势力太强，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去对治了。另一方面，心已经非常麻木，很难再提起心力去解决它。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会等到事情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再做补救。明白这些是苦因之后，就会提早解决。比如你喜欢上网，喜欢看电影、电视、新闻，喜欢奥运会、世界杯，喜欢看小说、杂志、报纸，或者喜欢逛街、购物、美容、化妆、看电影、听音乐，或者喜欢旅游、健身、练瑜伽、保养身体、养宠物等等。总之，凡是贪着世间的习气，你都要在自己的心上发现，然后把它们看成毒药一样，坚决地断除。如果你不以斩草除根的方式把这些轮回的习惯彻底断掉，心里稍有放松，一旦溜上去几次之后，习气又会现形，甚至更加严重。这样反反复复，时间长了，就再没办法控制了。像这样，你要尽早把一切往生的违缘都从自己心里清除出去，同时不断地积聚往生顺缘。这样每天就是真正地在珍惜人生。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心已经被五欲六尘搅乱了，搞糊涂了，连个起码的理智都没有。很多人的心已经麻木到从来不会想这些生死大事，但是在世间法方面是很会打算的，像是搞吃的、搞喝的，做很多世间的娱乐，对于这些染污的事，很会设计、创造，有很多的灵感。唯独在这件最关键的大事上面，显得非常无能。就连沉静下来向内观察自己的心都很困难，在解脱觉悟方面一点主动性、独立性都没有。这都是在很多人身上能够发现的问题。现在的这些因缘造就了这一代的人，随着共业的潮流，想问题、做事情都处在颠倒的状况当中。像这样，在世间迷乱方面熏习，培养得多了，就会对这些轮回方面的事非常擅长。而在相反的方面，解脱觉悟等方面就会非常的无能。我们现在应该清醒过来，不要再继续害自己，不要再随波逐流、醉生梦死了，应该真正开始安排自己的生命，好好管理自己的心了。对于自己的心，如果你不去管理，它就会胡作非为，把你拉到恶趣里面，
如果你能够好好地管理住它，最后你就能很好地驾驭它，成功地往生极乐世界。要知道，能够真正在自己心上去修的人，才叫做修行人，叫做道人，除此之外的都是俗人。我们要做的就是自己内心上的事，要清除心上的过失，积聚心上的功德，让心得到觉悟，这一点心理一定要非常明确。以上选摘自智源法师《往生之路》6。治疗法师戒定这一段开始啊，原法师的开始说得非常贴切，说得非常真实啊，我们听了问问自己，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在过日子，在冷静去观察，观察我们的周围，这些人是不是也是像他所说的？啊，真正能回头观察，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人是他所说的。那么再仔细观察，我自己在不在其中？这最要紧。如果我也在其中，也像他所讲的一样，怎么办？烦恼习气没放下，依然随着境界在转，我们转不了境界，这样往生就有障碍。修复无论修学哪个法门，终极的目标就是脱离六道轮回啊，到哪里去？十方世界都是我们的去处，诸佛刹土。可是要投缘呢，我们跟这个刹土，跟这尊佛缘不足，就去不了，不能产生感应。这个不能不懂。那么再往深处去观察，我们确实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缘深，能不能在这一层往生，答案是肯定的，每个人都能往生，每个人都能成佛啊。那关键关键在你能不能把烦恼习气放下，烦恼习气不放下，它会扰乱你，它会留住你在六道轮回，障碍你往生。这个不能不知道。所以对治自己的习气，那就是放下。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看破哪有不放下的道理啊？断卧修善，佛教我们做的，可是
断卧修善通通不能着相。着相就是造轮回业啊，造作恶业，感三恶道的果报；造作善业的，感三善道的业报，出不了六道轮回，那就错了，大错了。啊，我们今天要想尽方法摆脱六道轮回，那最好的方法，我们真正能够达到的，能够有信心的，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只要具足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啊，《无量寿经》上讲得很好啊，讲得很详细啊，念熟了自然明白。一根可以拔出啊，一根拔出之后，就要把心里面与极乐世界相违背的妄想杂念统统放下，这一生能成就啊，那圆满功德啊，无量界的修行在这一生当中得到圆满啊，得到真正成就，理不能不知道，事不能不知道，理事都明白了，赶快放下，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都与信愿持名相应啊，不再搞轮回业了。我们下面还有一篇